你站在那里多久了？但愿你选的是对的。当然选的是对的。你觉得我们一直以来这样容易吗？我只是想快点结束这段感情。你一直都这样，你一直都这样，你从未改变过。你还想从我这里？你是什么意思？没有什么意思，你永远不会明白，我也不需要你明白。 听着，我只是想结束这段感情，然后重新回到我的生活。就算说了一切都很容易那样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到底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啊？昨晚应该很爽，对吧？对啊，我很爽，怎样？